今日继续嚟科学馆实习，终于可以参与科普剧场啦！欢迎你今日帮手协助演出啊！我哋科管嘅演出咧分两部分嘅，一个咧就系唔好听嘅科普剧场，另一个咧就系今日帮手嘅戏剧导赏啦。跟我一齐嚟啦！不如我哋睇下演出嘅道具同服装准备成点。首先检查演员今日演出所需嘅戏服，唔好忘记最重要嘅 mic check。嗯，确认冇问题。演出之前，我哋都要准备唔同嘅音响同设备噶。之后进行音频检查，确保演出过程唔会出错。演出开始前需要引导观众来到演出场地，开始之后需要配合演员的表演操控音效，令演出更加生动。入到展厅之后，亦都要继续协助维持现场秩序，确保大家都可以完全投入演出之中哦。而今次嘅戏剧导赏《妙笔故宫游历记》，主要系配合发现养心殿主题数字体验展推出嘅。演出完咗之后，仲记唔记得有咩步骤呢？演出结束之后，需要向演员收翻个麦、道具同埋戏服。今日辛苦晒啦，下次演出现场见啦，拜拜。科普剧场真系好特别啊！8月3日仲有发现养心殿主题数字体验展相关嘅故宫博物院专家讲座，同埋8月4日嘅亲子工作坊《宫中好乘凉》，由即日起可于一户通报名参加。耶！又可以解锁更多新技能，继续加油！